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，是要我帮你穿吗？不用，我可以自己穿。真的不用？嗯，真的。真的不用啊？你谋杀亲夫啊！我给你吹一下。哎，正好刚要找你，你就下来了。那边那个先生找。安心呢？他在换衣服。听不懂话吗？我在最后好好的跟你说一次，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，我要你好看。我也警告你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你的女人？安心她是我妹妹。这你说了不算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昨天晚上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。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他没对我做什么呀？我自己能走。安丽，给我吧。谢谢。我们走。关生，你自己没有车吗？我车坏了，林总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小事情吧？安心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拜拜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。我什么时候变上你的人了？你昨天。
阿欣，你们昨天……我虽然很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对安欣来说是很重要的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。我不同意。林总，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？我相信安心。哥，最近天气干燥，你得多喝点水。事啊，你昨天不会真的跟他？哥，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十八禁的话题？安心，对不起嘛。是不是在趁人之危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所以你是自愿的。哥，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渊。如果我跟你说做不到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成见，你试着了解一下他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，你会怎么选？啊？不是哥。好了，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，再去休息会儿吧。我先走了。到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哦，看这个线了。一个人喝酒容易醉，醉了谁送你回家呀？安心。你长这么帅，怎么让人安心啊？安心，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这些事情你自己要学着去做，好吧？哦，我记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给我来杯清水好了。在吗？好，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谢谢，走吧。哎，你叫我来就是帮你买单的？啊，
我银行卡前两天被锁了，然后微信里面又没有钱了，所以我就只能。你早跟我说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要不怎么说你长得又帅又聪明呢？你说这么简单问题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上帝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嗯，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？你身上酒气怎么这么重啊？啊，有朋友约我出去喝酒，因为好久没见了，就多喝了点。那我还一喊你就过来，你也太好了吧？上次你送我回家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，今天又这么麻烦你，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，作为报答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你不是没带钱吗？啊，我是没带钱，我有电影卡，就是那种报我名字就可以看的那种。你是安心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不用计较这些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许悠悠行走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。你投掷我以零食，我报之你电影，这样才公平嘛。我最喜欢看这个电影了。都分开这么久了，这男主还在等着女主，你说，哎，这女主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这也太苦了吧。也许等待成了习惯，就不那么难过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也许我也在等某个人吧。怎么？这是在暗示我吗？怎么？我应该怎么回答？我也是，不行不行，太直白。我可以，也不行。很久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不是才刚认识吗？还是说我们才刚认识就想认识很久？我的天哪，浪漫值 max！ 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呀？我以为一直默默守着他就好了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把他夺走。不是，怎么不
会，你当然得说出来呀、啊。你说这上帝已经把真爱放在你面前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天天恋爱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呀？你说的对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谢谢你啊，玲玲。你来。新的开始，加油，郭安心。林总，安心小姐现在已经开始海投简历了。厨师一般看的都是学历，恐怕他这次求职不太顺利吧？是的，您说需不需要我安排一下？不用，我答应过安心，尊重他的选择。喂，吃饭了吗？吃了呀，刚刚吃了一个好大的汉堡，我现在都快撑死了。那工作找的还顺利吗？顺利啊，那当然得顺利了。你就别管我了，你就好好的，放心吧。我要去面试了，忙着呢，拜拜。拜拜，下一关。
这人怎么头上戴了口锅呀？不过还挺可爱的，谢谢。辛苦了，加油。晚安啦。大家现在看到的项目来源于菜鸟驿站。根据菜鸟驿站的品牌设计师所说，他的设计灵感其实来源于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下班特别晚，快件一多就没有地方寄存，也没有时间收取。后来了解到，你每次取快递都跑这么远吗？因为下班太晚了，只能把快递放在物业那儿，但是只能放一小会儿，又不能太久不拿。你说要是取快递就像银行一样，随取随提多好。所以就萌发了设计驿站这样一个想法，在每一个小区设立驿站。林总，这家公司刚刚成立，它是专攻小区快递柜的概念。它虽然看上去很小，但它的发展非常快，这样的公司后面一定有力量在支持。既然来到了创投会，那他就是要另找出路。明白。好的，下面有请顾星儿小姐。可以单独聊一会儿吗？玉哥哥，真的很谢谢你，没想到你会给我们公司这么大的支持。互惠合作，这都是你凭实力应得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为到底看中了菜鸟驿站什么？毕竟在市面上，像我们这样小型创业公司其实很多。虽然林氏集团财力雄厚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并不是一个随手挥霍的人。看中的当然是项目的价值和潜力。你们菜鸟驿站解决了上班族不方便取件的问题，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也符合了市场的需求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引进了最新的技术，聚焦中层白领用户，还有洗衣、团购、回收这些业务。社区服务一站式生活中心，这一点和我们 New Way 的方向不谋而合，所以合作是必然趋势。岳哥哥真的是很懂我的人，所以我们合作愉快喽。合作愉快。哎，对了，你头发上有东西啊？我帮你。好了，谢谢。跟我之间不必那么客气吧。工作和生活还是分开比较好。可是工作和生活一定会有必然的连接。期待下次再见了。别着急，早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。太难了，哥。不过谢谢你啊，今天抽空陪我找工作。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
稍后再播。我们现在去创投会，他们都还在。不用去了，哥，没什么事儿，我相信他。安心，哥会为你出头的。吃鱼。他现在过敏。反正高中的时候就属于他们俩最好。香菜，我帮你夹走了。哥，心儿跟李月之前就认识了吗？所以他们之前就认识，对吧？他们之前在一起吗？来参加创投会啊，心儿，怎么回事？这些无聊的八卦媒体又来写故事了，你别太在意啊。林月呢？她刚走没多久，你们在路上没有遇到她吗？刚走。你们在车里待了这么久？也没多久，就是叙了会儿旧。心儿，明明知道现在林月跟安心在一起，怎么就不避下线呢？安心，你别放心上，月哥哥心里他只有你，他之前还挖空心思要给你送礼物呢。他对喜欢的女孩就是这么用心。你身上的香水味挺好闻的，赖月 fragrance， 你也喜欢啊？没想到我们的喜好都这么相似啊！不过女孩子嘛，应该会比较喜欢气味独特的香水吧？需不需要我给你点推荐呢？林月送你的，这重要吗？这很重要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今天的事情应该是个巧合吧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的巧合都是冥冥之中就注定好的。安心，你走了。再见啊，哥。知道了。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不是一直想去海边吗？我现在就带你去。你不要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照片已经私聊了，我们呢也会陆续撤下相关的文章。只不过不少合作方打听，林总和顾家是不是真的有离的打算呀？这个新闻对公司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还要大。我建议啊，公司对外的口径是不肯定，但也不能否认。既然是假消息，当然要辟谣。林总啊，顾小姐的企业形象一直都很好，又是顾家的女儿，这次与我们公司有合作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造一番势呢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菜鸟驿站的意思？
是我跟菜鸟驿站共同认可的一个方案。你又为什么时候需要花边新闻来造势了？十分钟之内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新闻。好，我先进去办。还有，立刻发布否认声明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暧昧。是。办完这件事情，班的离职也办了吧。是。林总，我知道安心小姐在哪儿了。趁着好阳光，一起出海。顾总好，顾总好，顾总，顾总。在想什么呢？你最近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。占据不了你心里的位置，就只能占据你的记忆。我今天只是过来问一下，昨天晚上答应我要跟我去看画展的事儿，还算数吗？如果你愿意等我处理完这些文件的话。当然愿意啊。不过，狗仔那边需要我帮处理一下吗？那些谣言。不用理睬，没有关系的。谣言，那就代表着我的机会来了。小屁孩，想什么呢？杏儿，我可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纪了。我今天不想去了。不去了？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次。你小时候老是说想要来看海，哥哥一直也没时间陪你。小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是这么品学兼优。一到寒暑假，你就会去些什么小提琴课啊，他们也不会带我去，我就一个人在家等你。那哥哥现在补偿你还来得及吗？没事儿的，哥。不用跟哥哥说这些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伤害了。其实没事儿的，哥。等我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们俩今天就不提不相干的人了，好吧？就咱们俩，安安静静好好待一天。好。安心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怕水吗？你赶紧回去，别过来！我要跟你解释清楚。你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
经醒了，慢点。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艾丽跟我哥送你来的。干嘛要逞强啊？你快把我吓死了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没有。安心，我和顾星儿的事情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。那你为什么送我的香水跟他一样？香水的事情是我的疏忽。那天我在跟艾丽聊这个事情，她刚好在旁边，就给了建议。但是没想到她这么有心机。所以，你们之前在一起过？绝对没有，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，仅此而已。还有照片的事，照片的事我知道，那很明显就是借位啊！我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还想不明白吗？对了。你一直都在吃那个药吗？这是一种降心率的药，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。每当我想到我要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就会加速，就只能靠这种药来维持。所以，怕水也是这样吗？怕水的事情，就多亏了我大哥了。这么多简历都石沉大海了，我等社畜是真难。哎，你别着急了，我不是也没找着工作吗？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回去做你的总裁夫人，或者继承总裁家业也还不错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看那边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人从我们坐下来到现在一直都在自拍。太自恋了吧！就他那个长相，开了磨笔加美颜，也不至于这么拍吧？赵经理，熟人了。别装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观察我很久了。服务员，来一杯 white water。找工作的？嗯，对啊。考虑一下，来我们公司吧。你公司？对，我最近辞职了，准备自己创业了。刚才见了一个坐下，但我觉得他提的价格有点贵，所以还在考虑。哎，不就是想跳槽但找不到工作吗？你嗓门好像有点大。嗯。哎，好了，赵经理有货了。叫我赵磊就好。那赵经理，要不你这个合伙人考虑一下我们安心吧？我们安心可是超级网漫大神。网漫大神？没有，他胡说的。我不是什么网漫大神，我就是一个喜欢画漫画的小菜鸟而已。哎，那你 ID 是什么？
西北望长安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时没忍住。自己来。你这个口红好像不大防水哈。你擦了阿玛尼的口红，我敷你一遍试试。不了不了，我最近暂时没有踏足美妆圈的想法。哦，西北望长安啊，我一直是你的粉丝啊。哦，是吗？你还看过我的作品？当然了，我前不久一直在追《一不小心捡到王爷》，可是没多久他就停更了，我为此还伤心了很久。你怎么不更了呢？啊，你可以加入我的工作室，你只要以版权入股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工作室就我们两个人。工作室会很快就壮大起来的。要不让我好朋友悠悠也加入进来吧，他速写超溜。啊，真的吗？熊梅，怎么样？哇，可以啊，有点东西。不过是谁啊？ Mike， 就是一个 idol， 他几乎所有的手绘图全是悠悠画的。嗯，不认识，哎，没关系。那悠悠小姐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工作室吗？考虑一下。哎呀，别考虑，反正也找不到工作，大家一起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工作啊？找得到工作的人会像你们一样，大白天的还工作日就坐在咖啡馆闲着吗？怎么样？行吧，那加我一个。那我们工作室的名字叫什么？银河酷漫。大功告成。Nice。是不是还有点歪啊？不歪啊，我设计的 logo 它本身就是有点这样歪，就是多好看。哎呦，来进去看看吧，画挺好。啊，怎么样？新装修啊，花了多少钱？还不错，照片挺新。哎，你用心了吧？啊，对了，阿信，那是你的工位，这儿呢是 CEO， 啊，悠悠你就坐这儿吧。为什么我在这儿？因为你离门口近，可以方便拿外卖。啊，对，那个地方还可以放一个沙发，然后这儿可以挂一张海报。我觉得这还有点空。哎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可以找我来打工吗？别拦着我。没眼力见了，来给我收拾东西。别拦着我，磕糖呢。可以啊，包吃包住，但是没有工资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你干嘛带把伞啊？今天有雨。今天有雨？今天怎么可能有雨啊？这么大太阳。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？天气预报经常都不准，我从来都不看。那就当今天是真的。我未雨绸缪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都看着呢。送温暖了，快看是什么。
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八卦了，快来帮我算个账。18度，请添加衣物以防感冒。竟然还是个智能球。以后他就叫小六了，你叫小八，他叫小六，取个外号。我的官配是你才对啊。你竟然知道官配？背着我学习了吗？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。可拉倒吧，你是忘记了自己曾经烧掉了我的微波炉吧？一点都不接地气。接地气？你等着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午餐时间到，按时吃午餐才能身体棒棒哦。你怎么跟林月一样絮絮叨叨？我不去吃午饭又怎么样？你能看得见我啊？不按时吃饭会引起胃溃疡、胃炎、消化不良，还会降低大脑功能，影响大脑发育，甚至……啊，行了，智力下降。我去了，别说了。吃饭。我们的漫画点击量已经破10万了，来来来来，评论里面粉丝万人血书要求加更。哎呦，安心，我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小樱跟我长得其实挺像的呀？我就是照着你画的呀，放着这么漂亮张脸不用，岂不是很浪费？那么好意思？本来嘛。不会吧？你们女孩吹起彩虹屁都这么盲目吗？他这大饼脸怎么跟那瓜子脸也挂不上边儿啊？不是，赵磊怎么又有你的事儿啊？我有时候发现你这张嘴真的长得没有必要。我觉得很完美。你们先聊啊。哎呀，还想吓唬你一下？怎么偷窥我干嘛？上车吧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庆祝你们点击量破10万啊！可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。你都连续工作好几周了，给自己放假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看别的老板都是折磨下属，怎么到你这就自我压榨？我哪有下属可以折磨？这个老板是我，员工是我，清洁工阿姨也是我，什么都是我。我除了折磨我自己，还能折磨谁啊？那你想带我去哪？去露营。你不是说我不接地气吗？露营。嗯，你还挺会知错就改的。那好吧，我回去拿一下画板。我女朋友还真是个工作狂啊。哎妈，漫漫长路是不是还少一个超级可爱的美少女做配？还有我这名美少男也可以勉强做配。我们不许。安心。要休息休息，为破100万做准备。对，我们就当一起去庆祝庆祝。说美容能不这样吗？都快炸了！啊，对了，悠悠，
今天我们去露营，真的能看到那种满天银河的星空吗？能，真的。我在网上查了好几遍了，说这里是好多露营爱好者的观测点，肯定能看见。那就可以看见，我就不会失望了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你想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你渴吗？我想吃这个，但是胖。你说这个啊？小瘦，这么巧啊？二哥，嫂子也在。这么巧，你们要去哪？我们去露营啊。你呢？我们啊。我们也刚好在找露营的地方，要不我们一起吧。安心，好巧你也在啊。好巧。对啊，我们也打算去露营的，这么巧，要不一起吧。好啊。那就一起去吧。我好了。哦，好。哎，我小悠悠也太厉害了，第一次搭帐篷就这么成功。哎，你帮我拍张照呗。行，去吧。OK。好了吗？看看看看看看。可爱吗？赵雷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自恋的。今天你见到了。哎，别，疼！哎呦，我快死了！我真是疼，别。你是因为我跟大家说要一起来露营，所以不开心啊？我是觉得我们俩去什么人都不认识的音乐会，还不如跟大家一起来露营来得开心啊。难道不是因为我二哥？安心也在啊，你看，大家都在。我不会生你的气，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能够得到一次跟你单独约会的机会，没想到得奖。这又不算是我们俩单独的约会，真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下一次？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你看，你头发多乱。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啊。是因为我弟跟星儿来了，所以生气了吗？悠悠跟赵磊不也来了吗？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生理期来了？安心，这个钉子没钉进去。你钉呗。再说了，缺一根钉子又不会怎么样。这么牢固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给你躺一个，我给你睡。哎呦，给你试试啊，一点儿都不会，不结实，非常的结实。出来，很结实。哎，那你这么想玩，我们一起试试吧。我才不要跟你试。是不安全，那总比你安全。哎呀妈！啊啊！悠悠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，没事就好，以后小心一点。他长这么大个子，又不是纸糊的，当然没事了，对吧，林月？是，
我没事。他没事。把这扇一下去，往下滴油呢。你箱子不是这就拿走了。杏儿，我刚烤好的，尝尝。小盛，我们去散散步吧。你是想去找我二哥吧？可以拒绝吗？和小林总呢？那还要说吗？那肯定是过二人世界去了呗。尝一尝，老夫亲自为你烤的。爱心，你在家吗？哥过来找你。哥，不用担心，我在跟朋友玩呢。别玩得太晚，注意安全。下去吗？嗯，小心啊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为什么还有帐篷啊？你不是说你想看星星吗？我就在这儿搭了一个帐篷，然后我们一起看星星。这个你都记得？好用心。今天好像看不到星星了。可是我找这个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看，好吧？对不起，没让你看到星星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傻瓜。这么多吗？你喜欢吗？嗯。
新浪版的漫画吗？这本超难买的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欢迎回家。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直抱着。那是悠悠送的，他说什么同居礼物，最强装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打游戏用的吗？应该是。最强装备，要不你装备一下？要不你装备一下吧，这个适合。我跟你讲啊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，但是，你饿了？嗯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，我们去便利店买吧，我请客。好。买二送二，刚好四袋。保质期还可以，那先在这里逛一下，我去一下那边。啊，去吧。0411，嗯，房门的密码是0411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录一个指纹。很方便。为什么是这个？也不是我俩的生日，难道是他妈妈的生日？哼。这些都是在便利店买的。对啊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？以后我就在家里给你做，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一半的钱，划算吗？你说，钱跟我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嗯，大概，可能 ，maybe， 应该是你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？我哥教我的呀，以前在家里经常做，因为方便嘛。味道也就一般吧。一般吗？不是吧？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，突然气到离席了。我看看，他哪儿了？笨蛋，都烫红了。好了，寿喜锅里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？
我看你挺喜欢吃的。不用。用吧。不用。用。不用。用的。喂，悠悠。安叔，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？也想问问你好不好？放心吧，我们都很好。安心更是小日子滋润的很，他都和林月住在一起了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他们住在一起了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我亲耳听到就放心了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我还要去工作，随时联系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都听到了，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。心儿，你跟林月的事情跟安心没有关系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顾安心，我和林月哥哥早都已经在一起了。还有你，哥，你这么优秀，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，你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死心眼呢？那你跟林月呢？没有安心，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心儿，这不是喜欢，这是不甘心。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，你哥我就是个失败的例子。我不会失败，我相信林月，我也相信我跟他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会想明白，谁一直陪着他，谁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。那个人一定是我。心儿，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时间衡量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喂。那是我跟谁打电话呢？还这么意犹未尽。以后住在一起了呢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，就告诉我。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，有什么不自在的？当然，有了一次的经验呢，之后会做得更好。你给我的不是经验，那个叫魔鬼体验。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、没有做完的都补上，好吗？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心脏检测仪，带上这个呢，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有什么异常，他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。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？那我们两个人都有异常怎么办？那他就会打给医院。食色少而不宜的内容吧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能不能给你男人一点信任啊，郭安心小姐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也多信任我，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，而不是这些。好，睡吧。是谁啊？哦，那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在门口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快递还要寄到家里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误会才小说呢，说好的彼此的信任。你说，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？安全系数最高的。应该买物美价最廉的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床啊？好啊。干嘛呢，小矮子？我量尺寸。你不用量了，我是两个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床有没有太小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刚刚好。我睡觉不太老实，你可不一定抓得住我。那就试试吧。先生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就给您开单子，您签字就好了。
你挑喜欢的款式就好了，尺寸我都量完了。这款特别舒服，您跟太太一定会喜欢的。麻烦用最快的方式配送。懂懂懂，绝不耽误。开始吧。弄好了，啊！看到这一切，好像又回到了刚开始一样。只不过呢，没有小瘸子，也没有大蟑螂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让你安心的好男友。顾老板，一会儿啊，不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一会儿你见着甲方爸爸，可不要被惊喜冲昏了头脑。都是人嘛，未必他还有什么三头。你说的大公司？刘备啊。你说的大 boss？ 小林总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。你这万一要是逃单了，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可就归零了。虽然说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嫌真的是太大了，不行不行，赶紧。顾老板，顾老板，顾老板，你说这来都来了，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，这个公司呢，知道你跟小林总关系的人屈指可数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就当是看在奶茶的份上，钱的份上。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。好冷，好绝情，好有魅力。更难的是，他始终如一，不爱笑，没有莺莺燕燕也就算了，居然连花枝招展、男情敌都没有。末日先生何止是不近女色，他的雄性可是杀伐决断。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降服我们的冰山太子？他究竟在等谁呢？人物，陌生女人，原来是他，危险人物预警。林总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！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。原来只是供应商。上到下一无是处，化妆穿着臭小子情敌概率基本为负。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，这次的工作我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次合作纯属巧合。是是是，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。
总而言之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的公司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也不想你骗他我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你啊，林总。两位，里面请。哎，林总。克制一下。那要是克制不住呢？那就用心克制。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二次元，但是现在市面上，互联网公司跟二次元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就此这样的案例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。如果各位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一些类比给大家供参考。袁总，袁总，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你根本不用参与的。哦，我是来抽查一下你们市场部的工作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顾小姐，合同没问题了，预付款给到你们，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期待我们合作哈。谢谢啊。等等，这位是顾总监吗？啊，是。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，我有些理念要私下跟你传达一下。林总对我们工作这么认真过，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，不然以林总的为人，都得死。啊，放心，死不了。啊，哈哈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来，而且为什么不叫赵磊？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顾小姐，我表现怎么样？你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呢。你别喊啊，你要喊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克制不住了。什么克制不住了？你不要吓我。我什么都克制。没有人的时候，你不用克制。现在娱乐公司谈代言合作，都要老板亲自出马了。毕竟这一次甲方是你啊，看来我们也没必要谈什么代言人合作了。现成代言人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是谁？难道你觉得还有人比你更适合代言菜鸟驿站吗？盛总可真是幽默啊。杏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卖花的人告诉我，这束花它有一个花语，叫做足以与你相配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而我呢，也终于有机会拥有跟你朝夕相处的时间了。看来你这次是想全权负责这个代言活动。我现在手里呢，只可以回给你下个月的校庆请柬。
你不说的话，我都忘了校庆的时间了。这是什么？他知道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？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回头看看我。如果他不知道回头呢？那就一直站在他身后守护他，一直等下去。对了，晚点你吃什么呀？星儿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会一直爱着你。这件事情你可以反复向我确认。饿了，吃饭去吧。走吧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还开这么多灯？我这水费电费我这只麦雷也找到女朋友了。嗨，还没缓过来呢。我在进行退圈仪式，你说我都喜欢了7412天了，怎么能说忘记就忘记啊？我这东西你随便用，不要哭了。你说怎么网络也好，现实也好，不管我怎么付出都没有结果啊？这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可能只是努力的方向稍微有点偏差。但其实，你是很值得被别人喜欢的女孩。真的。绝对。ZQSG。今天 ，BBC 制作的纪录片《重建巴黎圣母院》上映。该片由法国、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多个机构联合摄制完成。全是现场画面，实景感强。下面请大家欣赏片段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悠悠拿了你的地址，这是你暂住的时候放了一些日用品在我这儿，一直都没给你送回来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。什么时候开始跟我这么客套了？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。感情的事情哪有什么对错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，对吧？玫瑰天窗被焚毁殆尽，火灾持续14小时，屹立了850年的古迹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。巴黎圣母院由于损毁严重，重建工程充满难题。啊，那你听，巴黎圣母院它也会受损。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。如果卡西莫多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感，故事会不会不一样？艾斯梅拉达会被打动，会爱上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如果，一切都要向前看，哥。我的爱心真的长大了。以前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有负担，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就好。我
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刚刚谁来过了？没有谁啊。是顾安生吧？你怎么？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？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怎么，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？不是，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，他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不是有快递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安生只是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，好多工作要做，还给你准备了饭菜，不光没有表扬我，还跟我发脾气。嗯，这么快，这个培利小蛋糕就送来了。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那么没良心。我才没有没良心呢。遇到困难了？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其实很正常，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的很及时。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以后见你哥不用瞒着我。不对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？总之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好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。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青青，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？肖医生，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他让我帮他追艾丽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那挂了吧。哎哎哎！哎呀，我腰受伤了，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了下，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。孤独终老了呀。那你不应该打120110养老中心吗？打给我干嘛呀？你心怎么这么狠呢？你我不是放你那儿一把备用钥匙吗？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试试啊。哎哎，开了开了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惨，十分惨，特别惨啊！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，应该给你女朋友。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丽那儿呢？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那去找你的艾丽啊。那，啊，行，难得出了个好办法，好兄弟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看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啊，好好看看脑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晚上都笑眯眯的打电话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是因为嘲笑他？是。
萧一山喜欢艾丽。嗯。不过他也挺不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。陷入爱情的有几个正常的？你骂你骂我呢？你。你不要岔开话题。还有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去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只是帮你取快递。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，我就不小心，我就瞄了一眼，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。我退回去了。所以里面是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关心。早说嘛，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啊。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多浪费啊，多不划算。既然跟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门禁密码为什么是041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啊？0411。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毛豆，我回来找你的。嗯。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